我是钢管列车长的，看松山的三女士哦。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12年8月13号，台北捷运崇安新连线南京上明站，南京上明。7:46所拍的是3054，土松山看松山的，刚联上刚刚的时间后，往松山，土松山。然后松山的 C38 型54 53编组，刚联系我刚刚的时间后，在南京三明站闺蜜这么久的，拜拜，就这样，然后再见。